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妹，今天是年初二，我小姑子他们呢叫全部回来拜年了，然后我二婶就说今天晚上叫我不要煮饭，去他那里吃大鱼大肉，走，好轻松啊今天。哎，先说得呗。得。哦，我说炒点腊肉的。啊。我要炒点腊肉啊。不要。不要炒啊。不要炒了，不要。哦。好香好香。好香。哎呀，你看。妹夫呢？就在那里炒菜，他焖鱼仔，他们的鱼仔好吃。我今天就轻松了，不用做了。这个就真的是大鱼大肉啊，鸡肉、腊肠、猪脚、鱼，这里还有两盆烤肉，烤肉，还有那个豆腐酿，还有豆腐酿，不错，好丰富。这个是广西的香肠，过年就是这样哇，天天大鱼大肉。上面会关吗？来，豆腐酿吧。你拿了不？拿了吧。满满一桌，好丰富啊！肉，扣肉，鱼，猪脚，鸡肉，豆腐酿。广西的辣香肠香不香？香啊！还陪你吃饭了。只要不要嘛，我讲哪边，讲了。